正在热播的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五季中，古惑仔中山鸡哥的扮演者陈小春带着他的宝贝儿子 Jasper 是这个节目的亮点之一。性格急躁，动不动就冲着儿子发脾气的山鸡哥，和性格温和、做事慢又稳的 Jasper 形成了极强的反差萌。网友们看完节目之后，纷纷哭喊着为 Jasper 打 call， 说要声讨山鸡哥，让他对自己的宝贝儿子好一些。不过，令人捧腹的是15号那天，山鸡哥发了一条微博，是自己和 Jasper 的一段自拍视频配文，修马正二个哭的表情今天火了。原因在于一位网友的评论，你凶不凶，心里还没点数吗？这一条评论短时间内的点赞数达到了7000以上，更是登上了实时热搜的顶端，甩开第二位40多万。看来山鸡哥不亏为山鸡哥，哪怕退休不混迹江湖了，依旧是让小弟们闻风丧胆的大哥，可能也是唯一一个能靠着表情让网络暴力绕着走的明星了吧。